16岁的日本选手村上佳菜子，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，因为在今年的日本全国锦标赛当中，他拿到了第三名，而且日本也有三个名额，所以呢，他是很顺利的成型。村上这名选手应该说是一位很有发展潜力的运动员，很小，16岁。而且他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的比赛呢，应该说发挥还是很不错，而且我们看到现场来了很多日本的这个兵迷。村上刚才这套动作除了那个阿克塞尔两周有一点惊险以外呢，其他动作完成得非常好。阿克塞尔两周跳在今年他完成的几场比赛，日本站、美国站、总决赛这些重要比赛当中呢，就是美国站的时候这个动作空了，做的是一周，其他的都完成得很好，得到了加分。这次的那个出现的那点小状况会在他的执行分当中被扣一点分，但是问题不大。三接三做成了，三周接三周，在今年日本站上因为前面一周的周数不够被降了组。他选择的舞蹈也很适合他的这个年龄段，特别的活泼俏皮。表现力也是非常的强。这是他转向成年组比赛的第一个赛季。他手上拿到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小玩偶是只大耳猴，叫切布拉什卡，在俄罗斯呢是家喻户晓。这次日本还有两位选手，安藤美姬和浅田真央将在最后一组上场。好，来看一下村上的得分。28.51，那个出了状况的阿克塞尔两周被扣了一分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三接三的第二跳，觉得他周数不够，也就是差了有90度以内给他标出来了，这个地方影响了一下他的得分，54.86，目前还是排第一的。